那离家近，这远谁都不带吃的。 今天没来，刚上线。不是，整个房东都进来，是不是？平时这回一个多礼拜都没出。我跟你说一句话啊，琪琪哥，哥哥，我从上班到这回都没发了。我说，那你发可是几万？没有，好几个月都没发了。好着嘞。
最好的，最好的。哦。哎，我下次我也不敢跟你说我要干啥，我想干。我不敢说我要干啥，我一干了没钱了没有。哎，我跟那个真是交出毛病了。你说，我看这三年我是你做不跳。那实现。多松散，多松散啊！我同学就是直接，反正很久之前去的。这是昆明城的。
写的字，可能隔了一段嘛，也碰到字，我不是拿纸本颜色去，没人表。给我妈买个这，我带回去。鹿角巷，他估计没喝过这，你也没喝过。我给你买个这。那啥？哎，咸料。嗯。我不需要。看我的大象。我先买一个。